啲毒品收埋喺货仓，点解系贩毒唔系藏毒嘅？贩运危险药物，俗称贩毒罪，有两大检控基础。第一，被告有冇吸食毒品嘅习惯？警方帮泳童做过毒品测试，证实佢冇吸食毒品嘅习惯。唔系自用就即系贩卖。第二，被告有冇不明来历收入？咩未收字啊？控方迟啲会将控罪书连埋其他证据文件一起送过嚟，俗称收字。啊，傻傻，做咗问题儿童添，阻住你哋。不过放心，我一定会恶补啊，实会帮到你哋。